我们这一次是要讲上次讲的心法，是不是17页哈？啊，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赶快了，因为接着哈，楞严经出来，我要赶快要想要讲楞严经，所以这但是你这已经有基础了，看楞严经听楞严经就可以听得懂一点了啦，啊，不要你戆戆不悟不完你啊。第一心法略有八种：一眼视，二耳视，三鼻视，四舌视，五身视，六意视，七摩那视，八阿赖耶视。啊，我们直接看这个论这里哈。这第一心法意思就是说，这个五位白法的第一位啊，位就是种类，第一个种类啊就是心法啊。心法的意思就是心这样东西了，这个法就是东西的意思了啊。那，略有八种，略就是简略啦，大略说来啊 ，briefly 啊，大略说来有八种。第一个就是眼视啊，那么这眼视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如果有铅笔，你就写一下一，那个眼的上面写一个依靠的依啊，一眼，然后眼下面写加一个根，一眼根而产生的视。什么叫眼视？就是依于眼根，依于眼根而产生的视，啊，依眼根而了别前境，了别前面的境界啊，啊，那么这样产生的视叫做眼视，啊。第二个耳视呢，就是依于耳根而了别前境所产生的视，就称为耳视。第三个鼻视是依于鼻根。了别前境，前面的境界呢，现前的境界所产生的视称为鼻视。视舌视就是依于舌根了别前境而产生的视，就称为舌视。第五身视依于身根了别前境而产生的视，称为身视。第六个依于意根了别前进而产生的事，这种意识。第七个莫那事，第八个阿赖耶识啊。那现在讲那个比较不清楚的，就是第五个身识跟第七个、第八个哈、啊。第五个身识呢，身识事实上是指皮肤了啊，皮肤的识叫做身识。可是这个皮肤分作两种，一种是内表皮，一种是外表皮。内表皮是什么？内表皮就是我胃，比如说胃啊、肺啊、心啊，它表面不是有一层皮吗？有没有啊？那个内脏的那个表皮叫做内表皮。这个内表皮它有感觉，比如说你肚子为什么会饿，那就是因为胃在蠕动嘛，啊，胃的那内表皮肤在动啊，那就让你觉得饿。这样的，或是觉得痛，啊、哦，种种感觉啊，那其他的像心也是一样啊，你会觉得心跳，因为它那个心有一个表皮包住，然后它的收缩啊等等啊，啊、哦，好，那我们一条一条看下去好了，看注释哈、哦，心法第一条心法，即也就是八识啊、哦，就八种识啊，啊、哦，也称为心王。那为什么称为心王？因为这个心是最大啊，在一切法里面最大，所以称为王。那或是称为八识心王，这个意思有三个。第一个，这八个字合起来称为心王，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个合起来是整体是一个心王啊。第二个呢，这八个字个个都是心王啊，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这个。八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总体的王，然后，这个各个都是心王，就是等于是各个小王啊，啊、哦，到眼视也是心王，啊、哦，眼也是心王，耳视也是心王，鼻视也是心王，啊、哦，所以不只是说是阿赖耶识是心王而已，也不是说合在一起才是心王啊、哦。然后第三个呢，是单指第八识为心王，那这是最通常的称呼哈、哦，就是有两种。就是指第八世为心王
啊。第八世是这个整个心里面最重要的，所以称为心王啊。好，那么这个心王的意思，这个王字是什么意思啊？王字就是第一个是统领的意思啊，就好像世间的国王是统领他的国土，那这个心王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心呢、啊，好像王一样统领我们这一片心土，统领我们这个新的国土，然后这个新的国土包括什么？就是包括新说法啊，所有的一些新说法都叫做他的所统领的啊国家。然后第二个王的意思就是指主宰啊，因为这个八世亲王啊，在一切法中最尊最上，主宰一切而得自在。因为国王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新王也是一样，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称为新王啊，很自在啊。那为一切法之所依，一切有为无为法都是从新王发起。那新发起以后，一切法就随着跟着起来，就好像臣子啊随着国王，或是仆人随着主人一样啊。所以心起来了，心所法就跟着起来了，这样的。所以这个经里面说，心生故一切法生，心灭故一切法灭。这心生就是心事，这个心如果生起来以后，然后一切法生，这一切法是指什么？是指这个心所有法或是色法等等这样的，而不是指其他的东西啊。那么，所以因为心生了，所以心所有法也生，色法也生了，那所以一切都升起了，然后心灭的时候，一切法就都灭了啊。那么就指这个意思而言。看第三行，这个八世之前六世是随根立名。好，休息一下。好，继续讲十八页第三行，这个八世的前面六世啊，都是随根立名，也就是说这个世的名字都是依他的根而得的。那么前六世都是依他所依的根而立其名，例如说眼世的立名，表示这个世是依于眼根而有，所以称为眼世。这在这个六离合世里面就称为这个依主世啊。这个是这一名学里面的一个 term， 这个是比较深一点，以后我们会讨论到啊。眼世啊，下面一个眼世，这个世是依于眼根而了别色尘，所以称为眼世。那世的意思啊，就是了别的意思。了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了别就是了知跟判别，了知判别称为了别。那么西洋哲学就把它称为认知了啊，就是 recognize 啊。那一般俗学呢，就称为识别啊。所以眼识就能够识别这个色尘呐、啊，然后耳识呢就识别这个生成啊。然后看第二个耳识，这个识是依于耳根而了别生成，所以称为耳识。在下面鼻识啊，这我现在要讲快一点啊，这个识是依于鼻根而了别相成，所以称为鼻识。舌识呢，这个识是依于舌根而了别味成，所以称为舌识。身识呢，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啊，这个身识啊，是依于身根而了别触尘，所以称为身识。这所谓的身根呢、啊，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身体上的皮肤啊，或是皮肤上以及身内的触觉神经啊，啊，叫做身根啊。那么，其实讲皮肤是大概而言，事实上应该具体而言，应该是讲那个触觉神经才叫做身根啊，那个神经啊。而身识就是这些触觉神经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所得到的触觉的认知啊，这就称为这个认知为身识。这个身识所了别的境界有很多，譬如说可以了别感觉这个痛、痒、冷、热、软、硬、干、湿、粗、细、滑、涩等等，这些全部是这个身根的作用啊，身根的触觉作用。比如说，你看这个，你这玻璃一摸，滑，很滑，对不对？这个滑的这种觉知了别，这个叫做身根的身识啊。那你说这个木匠抱过以后，你比较摸摸，你敢用跨跨博啊？你看摸摸，嗯哦，这
做到无忧啊，那无忧这个就是绅士的感觉啊。那你这个玻璃你一摸凉凉的，那么这个也是绅士的这个感觉啊，等等啦，然后湿的干的、啊、等等，这些全都是绅士的感觉啊。那顺便讲到，就是说在起初禅之前呢，就会有身有八处啊，八种处啊，动养轻重冷暖色滑这八种处啊，好吧，现在因缘成熟，我跟你们讲一下，有打坐哦，但是你不要去贪着，也不要去妄想分别哦，打坐坐到后来。你不要去练气哈，练气那个是凡夫，是外道，凡夫禅外道禅。打坐你就是摄心，摄心以后你身心放下，然后收摄，然后一心专念的时候，啊、哦、观想专念啊，然后他身体自然哦就很奇怪，但是一定要盘腿啊，不盘腿就没什么用啊，啊、哦、不盘腿可能还是会啦，但是就 take a long long time 这样的，要很久很久以后啊。哦那而且比如说你单盘跟双盘那就差一半的时间，至少这很奇怪，比如说你双盘盘起来以后，然后差不多半小时可以进入状况，也就是心会定下来，静下来，那单盘呢至少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以后，所以你有经验的你就知道吧，你打过之后你知道吧，对，一个小时心才有点静下来，定下来的感觉是不是，可是通常这一小时以后脚就麻了，痛了，就要起来了，对，所以等于是说你刚刚暖车以后就关机一样了，那就等于没做了，对，下次又重新来过，又重新暖车，等暖到差不多了，就好了，到了，啊，所以一小时左右单盘，然后心就定下来，那，那如果你这个打坐做境界好的话，哈、哦，那当然不是单盘一小时是不够的了，哦。那如果是单盘的话，至少要两小时，啊，每天做两小时，然后也不到处乱跑，那久久以后，身体里面会起一种变化，然后他那个气脉它自然会对流，啊，然后就会打通，然后那个气脉在流动啊，那个气在流动，你会感觉。那个动就是我刚讲的动哦，那这个动啊，那比如说你可以感到那个感觉一个那个气哦，从尾椎啊，沿着那个就下面的尾椎呢，沿着那个脊椎这样上来，那经过这个脑勺这里，然后这样下来，这个不晓得是中国医学这后补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正好讲的是一样就对了啊、哦，就这样下来，那个气就这样下来，在鼻子里面了，不是鼻子外面啊、哦，然后这样下来，那经过这个人中这里面啊、哦，然后经过这个上额盖这里，然后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嘴巴正好断掉了，断掉怎么办呢？就要舌舔上额把它接上，那道家把它称为就搭鹊桥了啊，那接上，把舌根舌舔上颚把那个气接上，所以为什么要舌舔上颚是这个作用，然后气它就下来，从这里下来，然后就这样循环，久了以后你就打通任督二脉，这个前面是任脉，后面是督脉这样子。但目的不是这个，你就不要去管它，你就观察，你就知道就好了，这样的。然后这个气有动的时候，你这个手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哈？那这个手哈，这个大拇指哦，是拇指尖相连，对哈，这样碰着，轻轻的碰着，不能用力，不应该按呢，哦，按嘛不应该按呢，一定要这样子，而且一点点，这就有点像什么，知道吧？有点像你有人骑过摩托车，然后你弄那个 plug 哈 ，spark plug 那个怎么讲？点火星塞啊，火星塞哦，一距离哦，哎，嘟嘟啊吼，对吧？你
伤捌，伊火星未过电啦，哦，伤远嘛未过电，啊，拄拄啊好，啊，这个嘛是同款，啊，正好碰着，但是又不能太近，不能压下去，也不能太，也不能离开，啊，就安尼，啊，你嘛不应该耐欧，哦，然后你这样子的时候，然后久了以后哈，而且往身靠，哦，然后放松，啊，而且你腰杆后面腰杆要挺直。不应该你三腰三腰，安尼哦，这个这个气都去捂掉呀，爬不上来，哦，那也不能这样子，这样子嘛捂掉，你不能像哦像那个军人的立正这样的，安尼袂使，这个自然放松，哦，那自然挺直，哦，那这个打拳的人称为含胸拔背这样的，哦，这个胸有一点点这样微微的含着这样的，哦，含胸拔背这样，然后腰杆挺直，然后你那个气脉的那个通路就通了，哦，就能够通了，因为直嘛，哦，然后全身都放下，哦，全身都放松放下，哦，不要有一点点用力，然后久了以后，你那个如果这样子起那个动以后哈，气动了以后，然后这个手哈，这首先会产生他们所谓的电流，事实上是电流，但是用气流哈，那很奇怪。哎，但一旦有了以后，一直都有了啊，什么？这个会有电，哎，你如果可能用 X 光来照会，大概是这样子吧，哦，那当然如果你做的就是，定心比较大的时候，那个像高压电一样，这样的，有尾亏啊，哎，这不是开玩笑，真的，哎，是这样的，哎，所以。这是我，37岁的时候闭关就已经体验到了哦，现在才告诉你们。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爱淡薄垫底的也在山，因为基本上现在佛法像这么乱了哈，爱，给你们一点点信心这样子，所以阿舍离不只是会讲经或是修法，境界上相当有一点点点啊。然后，那这没有，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好讲的啊，但就是它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气就通了哦，然后这个就两只手会有来电这样的啊，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接着讲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叫做动触啊，这个，要入初禅之前有个动触啊，就未到地定的时候有一个动触。有16处，或是16处里面总共有16处，那第一个就是动处。动处呢，那就是身体里面的风大，风大，风大就是气体嘛，对，所以那风大的气，它的循环啊，它的运行啊，正常了，流通了，所以它就动起来了。那你们一般没动啊，黑龙都一些死风死在那里，所以才会风痛嘛，这里痛那里痛，那就是身体里面的风大不通，那风大被那个地大给堵住了，因为你那个神经血管啊等等啊，肌肉啊都很多废物啊，对，所以那么第一个就是动触，那动触然后就产生，然后所以也带动了所谓的什么。你说这个磁场也好啊，这样子哈，但是那个都不要去妄想分别了啊，反正就是有这么样子的作用出来，然后接着就痒触啊，就产生了痒触。什么是痒触呢？这个痒触哦。啊，你做了有境界，其实这都多半要闭关才行啦，哦，一般是不会的啦，哦，你不要说，哎，师傅，我这个已经做了几年了，然后每天做一小时，怎么都没有这个，啊，那个，因为你做完一小时，然后引擎暖了以后你要关掉，然后又到处出去外乱跑，就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啊，不然去煮饭啊，去骗人啊，有的没的，那都拢无去啊，哦，好。然后痒处是什么？就动触以后的事情，就是全身会痒。那全身痒不是一点点痒，全身
四蹄百骸从那个骨头里面养出来，不是皮肤养啊，是骨头养。哎，然后我们拍讲，你骨头精哎，哎，这就是骨头精，哎，就是骨头里面养。那你抓到哈，你要抓到那个都烂掉了，还抓不到，因为它在里面养啊，不是在外面养啊。那如果产生这种现象的时候，不能涂药，也不能去浸热水或是浸冷水等等啊，做种种的治疗都不可以。不可以治疗，他就是要一定要这样子，哎，他就是会痒，但是他有一段时间，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是四个月这样子，几个月啊这样子啊，哦、不是几天的啦，啊、哦，不是几天的，好几个月的，来自于半年啊、哦，那所以那个治疗都没有用啊、哦，那也不要治疗，那这个是什么产生的？这个、就是经过你那个禅定力量，然后这个。凡夫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开始重新整合，开始整 rearrange， 哎，它的排列组合重新 restructure， 这样，所以一动了以后，那你就痒了。可是那个痒不是在皮肤上组合，是其实是从你那个内心里面的业力开始组合，重新组合了。那也就是说，你那个心里面比较清净，业也比较消了。然后一方面。四大开始重新组合，然后又释放排斥出来一些这个污秽的东西 ，impurities 啊、哦，一些肮脏的那些业力啊排出来，那所以你会痒，然后痒过了以后，就身心就比较清净了，虽然不至于能够说脱胎换骨，但是就比以前清净的多，那如果经过这两个阶段以后哈，或是这个几个处以后，这身心就清净多，然后阿妈不会安尼，这乌达山乌达山，那黄啾啾安尼都不会了啊，因为通了嘛啊。然后养，刚刚讲养哈，这个所以你这个养不是说所以你这样听我讲以后，回去做一做以后，觉得这里有点痒，就来跟我报告说。啊，对，我这里有点痒，是不是那个痒处啊？不是啦，那有一派那个邪说啊，这个在美国说，去打禅，打坐啊，然后进修闭关七天啊，然后观痒，他那个是本来不痒，要观他痒，我现在观这里痒，然后痒它会扩散，然后这里痒，然后整个脸都痒了，然后。那这半边痒了，那个接着关这半边痒，哎，那个刚才郭大郎那马郎公，你来讲哎，哎对，你来讲，那个不是不痒，关他痒是他自己痒，但是我不想痒，你懂吗？但是你不痒也不行，好，那这是痒处，痒处，当然了，如果你经过这痒处以后哈。那比用密室佛陀还要好，因为整个皮肤啊，紧碎，然后接着有清处，清处什么呢？就是你会觉得所有的清安就是这个有关系的，你就觉得好像规身躯拢轻松起来安尼，无讲哦，平常又业重啊，一个身躯敢若把。这个卡通把两条剃完了呢哦，当哼哼嘛呢。啊，然后清触完了以后就重触，刚刚哦，忽然间哦，我去讲，这东西忽然间的呀，唔在当时的啦哦，可是都维持一段时间哦，唔是讲来啊就，做啦拢总无去安尼哦。它会维持一段时间，那时间长短不一定了，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几个礼拜这样子啊、哦。然后接着是重触，忽然刚紧张啊你啊、哦，那这也有一段时间啊、哦。然后另外就有冷触啊、哦，这冷触要更厉害，吼、哦，这个去寒，这寒安怎哩呐？寒啊，不是讲，看。三领被啊，七月天哦，看三领被啊，够寒，啊寒到起起喘呢。那而且是在打坐的时候，在坐中就冷，那起坐以后还继续冷，
所以，但是你听我这样讲以后，你去做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哈、哦，那也不要跟我报告说阿瑟里这是这个冷处，也可能你是阿青伯搞啊，好，哎，然后冷处，而且这个冷，也不是冷一下下，比如说你打坐完了以后，然后会冷个几小时，但不是整天的，这个不是一整天的啊，冷个几小时。然后暖处，暖处我这也是打坐以后，就忽然就身体就热起来，哇，小滚滚，啊、哦，规身躯小滚滚啊，啊多加烧，规身躯拢烧，啊无代无志嘞，啊，啊敢烧，那这个都刚刚我讲那个所谓四大重新排列组合都有关系，啊、哦，然后它有释放一些能量出来这样的，所以哎就热这样的，哎，啊那个热哦。你不要去喝冰水，也不要去吹冷气啊，什么这样子啊、哦，这个都不相干的啊、哦。然后还有色触，色就是涩涩吧，卫生刚刚涩涩啊。还有一种滑触，就全身觉得滑滑的这样子啊、哦。反正就总共有18触啊、哦。那么，如果你修行的对的话，这个心地法门对的话。你一一都会经历这样的啊，但经历的时候，第一个不要惊怪，也不要觉得你着魔了、生病了什么的，不是啊，不是着魔，也不是生病啊。然后，不惊怪，也不贪着，也不追求，也不怀念，这很重要啊。你一惊怪就着魔。你一贪着就着魔，然后你一追求也着魔，你期待也着魔，你怀念也着魔，然后一一解释哈。精怪你惊说啊，我那忽然间灵光啊你啊是不是着魔啊魔相啊？不是，所以你这所以说闭关必须要有那个善知识，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你着魔啊，啊惊啊，啊都唔敢修啊，哦对不？或是忽然又热了这样的，所以这个种种境界啊哈，所以不惊怪，那么所以就不会着魔。第二个呢，不贪着，这个那如果你有的人知道这不是魔相，而且是一种这个禅定中的一种境界啊，然后他就贪着，然后就自己很高傲啊，觉得哦我有境界了啊，到处去操纵啊这样的，那一要着魔，这样就着魔了啊，然后。乃至于，有的时候有这个现象起来的时候，贪着就会着魔。然后这个现象走的时候、消失的时候，不期待，你一期待说，做了半天，长久啊，够有咧寒咧，今仔日无寒啊，哦，够侪，今仔寒，那个就是期待，那期待也要着魔，这魔就化成种种境界。我们这样讲《楞严经》那50种一魔里面就会有牵涉到啊。好，所以不能期待，一期待要着魔。然后，然后走了以后呢，不怀念。哦，假笑脸，假思念，我哦，我以前那境界真好呀，怎么拢无啊？就很 upset， 这样这都不对。那这也要着魔啊，所以你看厉害不厉害？但是我这个一一都听过，我外公、我外公啊，我没跟你们讲太多了啦啊。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法太乱了，那、但这个是正法，那你们知道以后，然后好好的这个护持这样的啊。不过附带的讲一次。这个境界通常都是要闭关或者是专修的时候你才可能有，你平常稍稍修一点点不会有的啦、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放下一切，然后专心的修行，这样才有可能心整个静下来了、然后才会引动你这个整个业力重新组合，业力重新组合以后带动这个四大 业力是心嘛，那个心里面心事里面的这个业力重新组合以后，带动四大地水火风重新组合，然后
就带动着整个洞这样子，然后就种种现象出来了，这样 ，OK。所以了之以后，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知道吧？虽然也是不错了，但是不要因此而生傲慢，这样的。好，那么看这个第十九页第二行哈，这些是属于对自身跟外表的触觉的认知了别啊，但亦有属于对内身之处的了别，譬如说饥渴等等，这也是一种属于身根的了别，深处啊。而这些身根所了别的境界呢，促成又总可以总分为违跟顺两种啊。若是顺于心的，就叫做顺成；若是逆于心的，就称为逆成。那顺于心的哈，逆顺成就是得快乐嘛，对；逆于心的就得苦嘛，啊。譬如说，那个猫啊、狗啊，你养的宠物啊，它那个毛，如果你这样摸摸是顺的，对，它就很舒服。你这样顺着这样摸，那你如果是这样给它弄，它就很不高兴了，对不对？那就所谓福气逆鳞嘛，对不对？那很难过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那个小孩子，你喜欢给他头这样弄一弄，他很不高兴，你知道吧？你这样子给他轻轻摸一摸可以，但是不要给他你软缩啊，你他就不高兴了，对不对？好，然后，又从顺逆二层生出苦乐两种感受哈，觉受。顺于心的就称为乐受，逆于心的就生出苦受啊。那例如淫欲啊的乐受，就是身世截取并了别身根摩擦所得的一种觉受。所以注意看这两行黑体字哈，所以必须要知道这个身世在我们这凡夫的生死流转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凡夫的生死根本呢，就是贪求淫欲，贪求淫欲的快乐，而淫欲的快乐是怎么来的？都是身根摩擦而来的啊。所以自从身根与畜生合的身世中来的啊，所以这个畜生跟众生的这个生死解脱很有关系，非常非常有关系。好，合掌。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低头。